豆花妹。那你本人喜欢吃豆花吗？很喜欢。哦，毕竟都已经吃到开始卖了。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目中很久。真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是也是素人出道，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有缘的，因为今天其实当初上我才也是詹哥的节目我才，然后最有缘就是爱妃，那时候特派员是我的外景，对，他来带领我上节目，所以是他挖掘你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其实很感动，今天很亲切来到这里，然后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们，觉得可以借由我自己给大家鼓励跟支持。那最近也有挑战很厉害的作品吗？现在有新的戏剧在三立1989一念间。那你是要演到几岁？22岁年轻女生演到49岁的妈妈。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戏剧很大的突破。好，那你也帮我想一下考题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考验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条件很多，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。长相。长相，那是我忽略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是什么？天光亮了就要拍，对，所以女艺人为了要化妆，她们可能3:30梳化，这什么时间？然后拍戏就是可能在外面一整天就是站着，对。然后歌手的话，打歌也就是或者是演唱会啊什么的，就可能是不断的就是要耗费掉体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考一下体力，好不好？天团的一般来说哈，都是这样子拉起。Baby。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太容易，决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 Baby， 我真的不能多爱你。好会啊，他会剪手。OK 吗？你们 OK？ 好，总监，好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 Plan S。